诸位好，这里是爆肝绅士，我是大木。之前介绍影知识力者男主姐姐，顺便讲了最新动向，姐姐突然失踪，还被弟弟认定觉醒中二病，今天就来看看后面怎么了。我们的暗影大人看到姐姐的中二笔记，睹物生情，一个跑到院子里烤鱼，看住篝火一脸治愈，回想起黑历史的日子，就该这样治愈一下，姐姐不会有事了，最好让她一个人静静。泽塔分享的鱼真香，好家伙，这不是我们的狗子吗？真是好久不见啊。这边也是直接给暗影大人来了个熊抱。德尔塔表示，我已经猎杀完黑之塔的谁来着，阿尔法大人给了奖赏，现在要 boss 你的奖励。暗影大人搜吧，让他深夜不要吵闹，你先安静点，我才能给你奖励啊。此时空气中一阵沉默，暗影大人，我已经安静下来了，于是乎奖励呢？此时男主也是紧接住摸了摸狗头，顺便还称赞了几句，那这别提狗子有多高兴了。暗影大人，我这还把您说的雪给挖穿了，下面果然有东西，还有前面猎杀暴君都是男主随口一说。这边狗子僵嘴一张，暗影大人，这就是雪下面藏住的东西，你这放在嘴里干啥呀？话说这好像是个宝石啊，而且还散发出不寻常的红色光芒，嘿嘿嘿，看来能卖个好价格。德尔塔，你这次看得很棒，看来我应该多给你些奖励才行了。这边男主二话不说，照住狗头一阵狂撸呀，那这些烤鱼肯定也都是为我准备的奖励吧。那其实是泽塔的鱼，此时脑袋里只有吃的家伙，那还管什么泽塔，好美味的烤鱼，暗影大人最棒了。那就快吃吧，一会泽塔来了就麻烦了。突然身后传出了一阵脚步声，喂，傻狗，那烤鱼是我敬献给主人的母猫，这是 boss 给我准备的奖励。趁着泽塔过来抢之前，狗子一瞬间吞了最后一条烤鱼，一边凉快去，那把让泽塔委屈的啊，好不容易抓来的是最上等的阿吉鱼，现在可好，这火蹭一下就上来了，见形势不妙呀。暗影大人赶紧充当和事佬呀，一个是掠夺贡品的笨狗，一个是对老板的奖励找茬的母猫，谁也不让谁，那这恐怖的能量波啊。又是和平的一天，男主也是摆出一个潇洒的姿势，被轰向了天空呀。其实以前这俩没少打架，说拆家啊都是轻的，那好不容易见到的据点啊，分分钟就被拆没了，最后没办法，阿尔法一堆收拾才勉强老实点。此时一阵狂暴的气流之后，狗子仿佛失去了目标，我呸，别以为躲住我就找不到你了。话音刚落，泽塔是憋不住了，准备先下手为强，只见一道寒光飞速射向狗子，狗子这边第六感拉满，下意识的就躲了过去。狗子扫了一眼，感觉好像是飞镖，还没来得及细想，这边又是来了一波攻击，面对空气中的血雾，狗子也愣了，这是从哪里学的新招式？男主也是定睛一看，好家伙，这竟然是吸血鬼女王攻防一体的神技物化，这个技能很看领悟和天赋，不过泽塔作为七影中最机灵的存在，能够习的也说得过去，只不过这孩子玩心太重，每次都是三分钟热度，就导致掌握的技能多但是不精，果不其然，这边还露了个尾巴，在狗子面前晃来晃去的，丫的，还当我没发现呢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这是挑衅呢，你这技能回家再练两年半吧。这一爪子下去直接将德尔塔打出了原形，他也意识到自己这是漏了破绽，真是好险，早知道多认真练习一下，抱歉，要来真格的了。必杀千枚刃，只见周围的血雾全部实质化，变成了无数的飞刃，这一幕也把德尔塔看傻了，他真是毫无防备，就这魔硬生生靠血条硬扛呀，这战斗呀，我算是看懂了，这不就是力士和刺客之间的对决啊，甚至这力士还有怒气条的设定，我看住此时德尔塔怒气条就要满了，果不其然，德尔塔就这魔吼了一声，周围的飞刀全部应声而碎，泽塔也是短期丧失了行动能力，狗子这是直接进入二阶段了，这真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都是花里胡哨，母猫你来真的，那就陪你玩大的。此时狗子手中的魔力急速汇聚，转眼间就凝聚成了一柄重剑，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呀。寇肉丝趁着泽塔硬直状态直接一剑扫过，真是可怜了周围的树了，泽塔知道这剑刚刚是落在自己身上，那即便不死也得半残，你丫还是那魔蛮力，男主也是认出来了，动真格的暴君德尔塔的武器铁块，连暴君本人都很难驾驭的重剑，此时在狗子身上如一把玩具，速度丝毫不减，且每一击都威力十足，男主还在天上飞住呢，这样下去校舍会被打飞，这两人的对决从未决出过胜负，要不就是泽塔咽了逃走，要么就是阿尔法发火，这次是那个情况呢，下一秒泽塔直接开溜，墨镜白白旺仔别跑的说，母猫猫猫真心想跑，那狗子还确实拿他没办法，突然男主察觉到下方有人，本想原地跑路，结果领头的竟然是自家的小公主，男主感觉今天这背气，老姐中二病到嘴的鱼没了，又被吹飞，你呀正好给我解解气，手下劝解公主殿下，前方危险，这种规模的爆炸我们最好等援军来了再做调查，公主奶奶矫情，来不及了，最近校园失踪了那么多人，好不容易有点线索，妈不其事还说没事件性，公主断言这种摸鱼调查信你个球，这里面肯定有大事件，面对眼前这一幕众人集体傻眼，周围还充斥住未消散的魔力，还有地上新鲜的血液，无不代表住这一切好像刚刚发生过的一样，拥有如此恐怖的魔力，且大摇大摆的在校园内战斗，这到底有何目的呢？
正当小公主一头雾水的，身边这个兄弟突然尖叫了起来，顺着目光方向，小公主也是一愣，他怎么来了？是的，他就是我们的暗影大人，踏空而行，恐怖如斯呀。这就是战斗的代价，在这里陨落的生命，对这个世界有必要吗？喂，你这家伙来这里干什么？有诱拐犯人的话，我就要逮捕他，不允许你在这里乱搞。男主拿剑指出他，穆大穆大，你我不是一个调频，世界的主人。公主这才反应过来，哎，那不是我的剑吗？有表就有里，有阴就有阳，存在表的人不该干涉的世界。时间到了，那家伙们已经开始行动。只见男主拿剑一甩，什么？时间？他们是谁？回答我，暗影，快上啊，快点抓住他！众人集体倒地，所幸还有呼吸，看来只是击晕了众人，竟然一瞬。我好歹也是在锻炼，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差距。公主仰望他，看上去有点悲伤，是我的错觉吗？不，你莫搞错，他很伤心，没有吃掉真香的烤鱼。有过了几天，这天男主和抹布基友闲聊，提到那个妮娜学姐，也就是老姐的好闺蜜，说曹操就到牙白，莫非你忘了最近多么机会见面？欧豆豆君，辣妹学姐突然出现，看到这标准的萝莉巨妖派体型，基友上来就一顿美颜，今天又是小小的大大的。学姐笑笑，什么大的什么小的，接着转向男主，还没吃饭，一起吧。欧豆豆君，我和你姐啥关系？今天姐姐我请客。抹布基友狂喜，谁知学姐你们的那什么骚扰发言，达咩，看到你还好，总算是安心。学姐担心男主，你姐失踪的事，担心你憔悴，所以来瞧瞧你。男主感谢，阿那个里的狗仔伊马斯，姐姐是除了，不是除二，不是不是，只不过是得了放荡病，去找寻自我了，应该没事。学姐表示，啊哈哈，确实你姐比我成绩优秀，一点小危险漠视，不过最近很多事，昨天男子宿舍的背后观测到庞大魔力，现场还在调查中，院子破坏很糟糕。欧豆豆君也要多加小心，为何袭击男子宿舍，到底是何目的？男主汗颜，那不过是猫狗为了鱼打架而已。可怜抹布基友，午饭只有一杯水，还觉得都是自己太性感，引来这次袭击，没办法，学姐请他们吃剩饭。男主心想，这学姐真阔气，请我吃10万元的大餐，这个鱼片真好吃。题外话加剧透，其实这个学姐也不算完全抹布，是某人的部下，提示是鱼，说的鱼。突然一只馋嘴猫从桌子底下钻出来，再看我。猫猫一边流口水一边汇报，主人有重要的鱼肉，不是重要的报告，鱼肉大人啊，不是克莱尔大人还在那边，鱼肉交团啊，不是迪阿波罗斯交团会派出下一个刺客的吧。男主暗暗点赞，泽塔真有你的，讨鱼吃却不好意思，于是玩起间谍设定。我当然知道的了，地上鱼盘，既然是那家伙，估计已经查到这边了，要不要介入你来判断吧。猫猫一边吃一边复命，廖姐接下下继续潜入鱼，潜入影子。男主接着顺便问一下，狗狗去哪了？泽塔表示早被咱甩掉，如今应该出海摸鱼去了吧。男主一听，还是不要再多问了。画面一转，男主老姐终于在现身，对朱天井大叫，我说欧劳拉，听到没有啊，我到底几个时候能从这里出去？一个声音回答，还要一会儿，现在正在扩大回到原来世界的间隙，你那点少得可怜的魔力太费时了。老姐吐槽，这是抱歉，好歹在学员算是多的了。话说这个世界到底算是魔，为啥一个人都没有？这个不寂寞吗？人是没有鬼道士不少。突然一只手抓住老姐的脚，可把她吓到，小心一点，是亡灵，这都是被束缚在地方的，过去的英雄们，过去英雄的亡灵，简称英灵，对姐姐纠缠不休，因为是负的能量，所以永久的彷徨，还得你来解脱他们。姐姐直接牡蛎浑身发抖，开啥玩笑，现在剑都没有啊，这魔弱状态的我只能用拳头了。一拳打飞英灵，果然是马斯特的姐姐，姐姐直接傻眼，魔女也无语。紧接着姐姐开始上演徒手狩猎英灵，太好了，居然用拳头打倒，物理攻击居然对鬼有用，魔女无语。大猩猩，真是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然而欧劳拉提醒，不过有点不妙，既然亡灵出现，代表封印变弱了。姐姐一听，什么封印？对方却不回答，你不用管，比起这个，现在你要挺住，直到逃脱。就在这时，姐姐突然被一个黑衣人打飞，这家伙有重量，不是亡灵干的，那家伙和我一样是活人，姐姐不示弱，你什么鬼？放马过来，尝尝我的拳头厉害。魔女吐槽，这也太牡蛎，傻丫头，那就稍微借一点力量给你。上哥，魔女力量上身，姐姐下意识出招，完了才反应过来，这是啥？写的触手，对方也惊到，口泪蛙，泪蛙，马桑那个卡，克莱尔桑还有这技能。姐姐这时认出那家伙，之前在骑士团体验入团见过，第三骑士团四番队长江子爵，那是假名，我是 named children， 暗黑微笑的让。两人一听，暗黑微笑，异口同声，这名字太接地气了。那家伙对姐姐力量很有兴趣，说以前调查时没有。姐姐想什么以前？对方表示不用在意，反正还要再查过。就是这魔个抹布战斗员，痴心妄想想活捉姐姐，当惩戒面礼送给那个大人。魔女提醒姐姐注意了，暗黑微笑的让露出暗黑的微笑了。姐姐表示不用你提醒，来再接老娘一点力量。结果这次没成功，血散了。魔女抱歉，对不起，魔力不足了。话说暗黑微笑，笑死我了，真逗，哈哈哈。姐姐气的，你给我认真一点，一个个的都是，不是开玩笑的，这个完了，这次危险了。
当然姐姐肯定漠视，到底会如何我们后面接着说。喜欢我们的内容就请点个赞，订个阅，随时关注我们，大木会为你带来更多精彩动漫内容，我们下期再会。